价上涨，现金回馈已经成为信用卡持卡人的最佳选择之一。国外银行现在也加入抢夺顶级客户的竞争行列，用0.8%到1.5%的回馈金吸引顾客上门办卡。这种顶级卡的服务有高消费门槛和最低总资产的要求，只要达到门槛就可以享受一年一次国际机场接机或送机服务，对经常跑两岸的商务客提供直航班机、经济舱免费升等商务舱的优惠，还有全球国际机场快速通关领域。